就会教大家化一个时尚大胆的春妆。咁见到我手上面咧就有薄荷绿色同埋蓝色嘅 eye shadow 噶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会化一个渐变嘅眼妆。咁我就会用薄荷绿色扫上去眼皮上面，主要咧系扫喺眼头嘅位置。咁见到咧呢一个Eyeshadow 其實是很閃的。化完這個薄荷綠色，我們再加上這個藍色。藍色主要就是掃在我們眼尾的位置，掃開一點的話，妝就會誇張一點。如果你說是夜晚的妝容，就可以大膽一點，化深色一點都 OK。日頭的話就不要化到那麼深色了。現在看到我在下眼線的位置都化在眼尾的。眼妝比較誇張，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 Nude Color 的胭脂。最後我就會用 Nude Color 的唇彩完成這個妝。